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社团达人梁秋坤。我参加过很多社团，包括担任过中华民国广播商业同业工会副理事长，中华民国中公立广播电台协会理事长，中华民国社区广播电台协会理事长，还有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理事兼北澳区的执行长，现任是中华华人讲师联盟副理事长。我参与过的一个社团大概100多个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会务运作过程当中，我运用了这个奥林业的一个系统，这种系统让我在发送这个会务通知也好，或者说相关的一个会务通会议资料，让我很方便的是，这套系统可以把个人的姓名跟职称跟你要讲的话，每一个人讲不同的话，他都可以很方便的、很快速的、同步的发送出去，让我在整个会务运作过程当中发挥很大的一个功能，也减少很不必要的一些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浪费。所以我在这边特别要向各位来推荐，当你运用 OnlyU 的一个系统之后呢，不但在会务工作上对你帮忙，而且对个人的一个公关、人际上的一个拓展很有帮助。所以我建议各位应该赶快的运用这套一个系统，真的让我很方便的来做各项一个会务运作。以上跟各位做介绍，谢谢。